第94集，星梦轻舞，倾尽红尘。想要升级，好啊，磨练战斗。唯有将这武者一品之中能够体悟到的境界全部体悟到，才有可能准许你升上二品。这种极端负责的表现，其实也让楚阳郁闷不已。一下子提升极品，他就能够多了几分保命的把握呀。按照楚阳猜测，这次来要自己命的恐怕最低也是一位九品武尊，甚至是一位王座，没有力量怎么放手啊。我就算是布下陷阱，但以我现在的力量只能是困住兔子，又岂能困得住老虎啊。这样的陷阱只有让老虎凭空的添了几分凶性而已。所以楚阳现在正在整理那天的收获，只要整理完毕，就立即出去化身暗夜挑战者，不断的去找虐，在找虐之中进行体悟。这真是，哎，这日子没法过了。楚阳心中长吁短叹，两眼却是闪闪放光。那天在宝库中存着的稀有金属，在楚阳的大力要求之下，全都被九节剑吸取了，剩下的精华部分都收进了九节剑之中，此刻正一股脑的放了出来。这些可都是打造神兵利器的原材料啊，浪费了怎么行啊？与其放在皇宫里面生锈，还不如给我呢。将其他的东西让九节剑收了回去，楚阳就只留下两块，一块星辰铁，一块铜云钢。自然九节剑是绝不会手下留情的，其中的铁晶和钢晶已经吞噬掉了，留下的都是星辰晶铁与铜云金刚。星辰铁坚不可摧，而且一柄刀剑里面若是掺杂上数两的星辰铁，不仅刀剑本身无坚不摧，而且在对敌的时候，若是将元气输入兵器，还能够散发出星辰一般的光芒，如同整把兵器都会发光一般，让人捉摸不准兵器的走势方向。而铜云钢就完全是走大运了，楚阳都没想到在铁云皇室的藏宝库中竟然还能有这样的一块宝贝。可以说整个铁云藏宝库就属着铜云钢最为贵重，其他的所有东西加起来在楚阳眼中也不如这一块铜云钢的价值。刚发现这块通体通红的铁块的时候，楚阳差点认错，等到确认了，却是险些惊喜的跳起来。铜云钢顾名思义，通体鲜红色，而且最大的特征就是它虽然坚硬到了极点，密度到了极点，但却没什么重量，这乃是违反了天地定理的一种最奇特的金属。就算是房子那么大的铜云钢，最多也只有相同体积的棉花的重量。这种奇异的特性让天下武者如痴如狂。一般的兵器都有重量，越是威力大的兵器密度就越大，重量也就越高，对于使用人的要求也就越高，而且耗费体力。可这铜云钢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占用使用者的体力，你只要还有婴儿的力气就能够挥动兵器杀敌，而且是无坚不摧，锋利到极点的这种。可这铜云钢一向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楚阳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柄掺杂有铜云钢的兵器。在铁云皇宫之中竟然存在有半个桌子那么大的一块，楚阳几乎要惊喜的昏厥了。对于铁云皇室保留这样的奇异金属而不做利用，楚阳也很理解，根本就切割不开嘛，不管是放在熔炉里还是用大锤砸，根本就不能损其分毫。估计铁云皇室也很郁闷，明明知道是宝贝却不能利用。这样的铜云钢唯有黄级以上的武者用自己的真元火力慢慢的融化它，才能勉强可以分割一点。之所以说是一点，那是因为一位黄级武者的真火元力是绝对不可能将整块铜云钢融化的，必须数百次上千次的锤炼融化才能够凑够一柄兵器所需要的铜云钢。要想完全融化，那除非是达到圣级。
可楚阳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啊，他乃是九节剑主啊，而九节剑不要说是分割，那是可以吞噬的。所以这铜云钢的坚硬对于九节剑来说与它的重量差不多的比喻，不比棉花坚硬到哪儿去。这样的奇珍异宝里面的钢精自然也是极多，九节剑吞噬之后只剩下了圆溜溜的人头大小的一块，被吞噬了一大半，楚阎王几乎心疼的要自杀。不过只剩下人头大小的一块，打造一柄兵器也足够用了，而且还能剩下一点边角料。楚阳打算给莫青武量身定做一把刀。莫青武喜欢刀，喜欢红色，这个楚阳是无比熟悉的，前世每一次见面莫青武都是一身的红衣。莫青武喜欢的式样，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楚阳都是记忆犹新。为莫青武打造一柄他喜欢的兵器，对楚阳来说不费吹灰之力，简单容易到了极点。在九节剑的帮忙之下，只不过半个时辰，一柄线条流畅、星光四射、通体艳红的青灵弯刀就被打造了出来。在打造这柄刀的过程中，就连剑魂也被楚阳碎碎念得几乎崩溃。这里再去一些，这儿要弄出个弧度来，这儿尖些，那边稍微厚点，那边可以再流畅些吗？哎，弧度，我要的是弧度。到后来剑魂直接罢工了，你大爷的，想要啥样的自己弄去啊，大爷配合你一次就不错了，还没完了，居然还骂我，从没见过打一柄刀这么多事儿的，奶奶的，比绣花还费事儿呢。楚阳最后也只有屈服，一个劲儿的感叹，只剩下最后一个头发丝儿那样大的弧度，这把刀就完美了。倘若剑魂有身体的话，估计立刻就会跳出来跟他决斗。这柄刀直接被楚阳打造成了艺术品，无法形容啊。就算楚阳自己对自己亲手打造出来的这柄刀，那也挑不出半点毛病了，这实在是太漂亮了。楚阳在这刀里面掺杂了少量的星辰铁，让这柄本应该最少有十七八斤重的刀只有七八两的重量。而且星辰铁在刀身之中的正中间排成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一挥动就有如北斗七星从天而落，在周身盘旋飞舞。打造完毕之后呢，楚阳本想用剩下一小半材料为他自己弄件兵器，结果剑魂直接发飙了，你有九节剑在手还有什么兵器啊，你犯贱了你啊。楚阳直接没脾气了，想了想自己的确是自找难受，九节剑在手，你居然希望九节剑自己制造出一柄兵器与他自己争宠，这几乎等于是一个男人对自己的老婆说，我想找个小蜜，你能帮忙不？这么傻的事儿，自己居然也干得出来啊，简直无法想象了。跟九节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的智商该低到了何种地步啊。仔仔细细的将铜云钢收起来，心道，以后留给天兵阁用吧。手执着这柄刀，楚阳得意洋洋，心想等会儿送给莫青武的时候，非得让他高兴的再抱住自己亲一下才行。莫青武若是非得回到莫氏家族，只要他有了这柄刀在身，就算是三阴脉没了，也会让人高看一眼。楚阳为莫青武的未来打算着实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想到这里，楚阳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急忙一叠声的召唤剑魂，可剑魂却置之不理。楚阳低声下气的央告了好一会儿，剑魂才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出现了。干啥？这个刀啊还有个地方需要你帮忙啊。我靠，你有完没完啊，还这刀。剑魂气儿不打一处来，你他妈的比娘们还烦。就还有一点儿，半点也没空。剑魂口气生硬，一口拒绝。操，你再说一遍。楚阎王勃然大怒，压抑不住的脾气也窜了起来。妈的，
给你脸了是吧？你信不信老子立刻自杀，让你丫的再等一万年去。楚阎王暴跳如雷，你再说就不行，老子立即血溅五步，他妈的18年后老子还是条好汉，你就等吧你啊，你就再等上一万年，而且是搅乱了天机的一万年。你狠。剑魂咬牙切齿，他还真不敢赌，万一这家的想不开真的磨了脖子了，那自己可就惨了。以这混蛋的脾气来看，还真的有可能走极端呢。帮啥忙？剑魂不情不愿。耶，你还不怎么情愿呢？算了算了，我死了得了，不用你了。别，楚大爷，生命如此贵重，您怎可以如此轻生呢？再叫声大爷听听。他妈的，你就死吧，一万年就一万年。剑魂也活了。别啊，剑魂大哥啊，来来来，您看，就在这里刻上名字就行了，你看这不难吗？楚阎王立刻就软下来了。开玩笑呢，好不容易重生了，还遇见了青武，我怎么可能轻易的就死啊？就算你丫的这个剑魂死了，老子还想活着呢。自杀那只是老子对付你的一种手段而已嘛。楚阳心中诅咒，脸上却笑着在这刀身上指了指。刻什么呀？就在这儿，在这儿刻上星梦轻舞，倾尽红尘这八个字。楚阳闲着脸，另外帮忙再弄个古色古香的刀鞘嘛，一般材料就行。剑魂异常的不情不愿的完成任务，唰的一声连告别都没说声就消失了。按照楚阳的要求，刀鞘弄得破破烂烂，跟古董一般，锈迹斑斑，还有几个几乎就要透明的锈痕。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样破破烂烂的刀鞘中，居然会有这么一柄如梦如幻，几乎不可能存在于人间的绝世宝刀。大功告成。楚阳哼哼两声，之所以弄这么个刀鞘，那自然是有理由的。就算是莫清武的亲爹，也不能让他知道咱还有这么一手制造神兵利器的能力。这种逆天的能力若是被人知道了，恐怕楚玉作下一刻就能转移到某个大家族的牢房之中，沦为专业的铁匠了。这是某一天山塌了我捡到的。对啊，前段时间天外楼的山不是塌过一次吗？楚阳一瞬间就已经想好了理由。至于星梦轻舞倾尽红尘这八个字，那自然也是有意为之，这只是巧合而已。这说明这把刀天生就该属于莫轻舞，这上面既有莫轻舞的名字，又是寓意深远。但刀在莫轻舞的手中，又是一柄完全的女士刀，上面又有轻舞二字，莫氏家族之中谁好意思去抢啊？哼，想要保护这柄刀，那就得保护好莫清武，保护不好莫清武，你们莫氏家族就留不下这柄刀。这个楚阳相信强大的莫氏家族完全可以做得到。楚阳笑得很是阴险啊。看看到了吃饭的时候，楚阎王做好饭菜，用一个大大的托盘端着，把刀挂在自己腰间，施施然的走进密道索要香吻去了。这等年岁的莫清武的香吻固然不怎么销魂，不过嘛，楚阎王还是不在乎的。密室中的莫清武已经等得望眼欲穿了，不得不说，将这种年纪的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封锁在这种密道里，简直就是一种残忍。虽然密道中采光良好，又是灯火通明，但毕竟是不见天日啊，而小孩子又有哪一个不是喜欢热闹的。莫清武在这里面更加痛苦，因为莫成宇的伤势导致他必须天天运功疗伤，一般到了王级高手这种级别就很少受伤，但一旦受伤却是格外的难以痊愈，更何况还是像莫成宇这般几乎丧命的内伤。
他打坐一段时间，只要内息有些积蓄，就开始震荡内腑，将体内的淤血震荡起来，从口中一口喷出，然后还要接着治疗刚才这一震荡的伤势，麻烦之极。唯有将淤血全部吐尽，五脏六腑完全恢复正常，经脉完全畅通，才算是彻底恢复。第94集到此结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